看一下，这就是你一直要找的鲷鱼头。为什么叫做鲷鱼头？鲷鱼头的名词和由来其实是日本人当初在研发这个钓法的时候，他就是专门在针对底栖的鲷鱼在钓的，因为繁衍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都通称它为鲷鱼头钓法。它像不像是一只章鱼？有很多脚。这个样子，然后再一点，我让你看一下这个，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小道具。你看，它就是鲷鱼头，下面小卷，我们在上面又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毛钩，就是我们自己毛钩，它就像是虾子，有红色啊、白色的须须，它用虾子在跳，鱼在岩石里面看到，然后它们就会跑出来去吃它们。听咱们柏林说，明天要去挑战的钓点有3公斤的梦幻红条。不过躲在礁石的底栖鱼种，鲷鱼头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它们引诱出洞呢？我们这些饵到海底，这个的刻数就是按照我们的水深。五个鲷鱼头在水中抽动时，能模拟小卷受到惊吓，向后串头模样的泳姿，达到诱鱼的效果。而球体型的鲷鱼头可利用杆尾的弹性做小浮动的跳动，就能模拟章鱼在爬行的模样，吸引大鱼索饵。两者操作上则和使用铁板的概念相似，随着水流水深的增加，可选用较重克数的鲷鱼头钓组，让做钓时更有效率。柏林，我跟你是一对的，所以Takahashi-san呢，他一定很厉害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专属的鲷鱼头。那我要跟高桥不一样。Lucky 啊，想不到制作鲷鱼头竟然有着那么多的妹妹哥哥要注意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哈哈，看咱们巧好的必杀钓组慢慢的成型，布灵布灵的还真是漂亮。但是能不能用它钓钓大鱼，大家呢就拭目以待了。为你加2条很特别的飘带。你看看它的造型，它飘起来会更自然，可以更吸引鱼的注意力。钓鱼的乐趣就在享受准备的过程，光是剪裁五颜六色的胶群就让人感到好兴奋呢。如果明天自己做的鲷鱼头真的钓鱼，那就真的是爽。终于抵达了，一路上摇摇晃晃的啊，这是什么地点啊？这个钓点是哪？这个钓点哦，是我们船长令格的私房钓点。为什么那么神秘？这个地方它是属于一个人工浮球，深度大概有大概800到1000米的深。哇，这里是800到1000米。哇，那我们在这边会看到什么鱼种？最多的鱼种应该属于大目尾、黄鳍尾、鬼头刀、洄游蜥、攻击性的鱼种。我跟他们说，是啊是啊。嘿嘿，既然这边大雾云集，咱们就别客气。我说柏林，这里的钓组要怎么样搭配啊？你赶快介绍一下。大致上的话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都会使用比较轻克数的铁板，到60克到120克，然后等等我们船，要开始钓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流速，再决定我们要使用铁板的重量。所以，再讲，你的钓具呢？我电动力的是有。电动很简单，这个东西好用吗？我们是属于 Young Man Power 组的，所以我们要手动。就够了嘞。没错，至于 Auto Sound 组的就，Auto Sound No Style 就是电动，对。我是三马。观众朋友啊，看样子今天的状况会很激烈哦。这是场年轻人跟欧吉桑钓法的顶尖对决，究竟哪一种钓法才是王道？变控门也是怎样啦？咱们柏林钓法指导以后，乔儿我就现学现卖，要来拼一尾出得上来。高桥桑被乔儿我的激将法影响，现在不用电动卷线器，而是用 Young Man Style 做钓喽。都过！那个钓鱼啊！又到了！都过！没有！哎呀！
失败した。何に嘘だけ。天然だ。ごめんごめん。あ、いたいた。开了开了。保留吗 ？Oh my god！ 你看咱们的 Kevin 掉的那么卖命，哎，底下的家伙应该也是 King size 等级来着。我说 Kevin 啊，你可要 hold 住哎。来，带你们家的人，我点火的。耶！咱们的 Kevin 今天率先开壶，进账一尾出的，引发了现场的火烫吊矿。哎，大家都用杆子乘胜追击，横扫前方海域喽！好，停下吗？还要吗？哦，还可以收，还可以收。老周经理，啊，三十，二十，哇，厉害！我没有。哦，出手！哦，漂亮！哦，在强劲的破坏力猛攻下，海底的怪物四处窜逃，竟然造成钓组残线，现在已经战况焦灼了。哎，我说，打给卡丘马卡金呢，别让底下的家伙有机可乘的溜走嘞！你要先上来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先缠住了。哇哇，两只。现场钓矿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！船头才刚丢鱼，咱们撞在船尾的柏林又传来重鱼声。哎呦，这种战况真的让人目不暇接，让人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哎。下面还有一个，你们看到？完了，现在怎么了？看到人会紧张的往下。这个你后面的。跟丢跟丢，这个，咱们方哥的鲷鱼头实在是太威猛了，才刚下水就丢鱼啊！马上进入搏鱼模式。你是在攻底细的啊？哎，我，我潜泳神，潜泳神。好，是啊，是啊。接受，这只不混了嘛？两公斤，这一来，两公斤啦！哦，我快点，快点要，快点要！是啊，是啊。好，我们接。反正你给我钓鱼啊！是。啊，这样先走够啊！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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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好嘞！哇！得了，可以照皮啊！哎，我说方哥啊，刚才你是断线收场，打成平手。哎，请你继续用鲷鱼头，我和他们分个高下，干巴点呢！哇！哇！上来上来！来吧！你掉了！Oh my god！ 现在换船尾的高桥上丢鱼呀！哎，想不到他中鱼的时候竟然还能打醉拳呢！哎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赶快过去 look 一下。终于上鱼了，比刚刚的大吗？对 ，OK。好，经理。哎，三五了。嘿嘿，所以人家吹水鱼脚老醉。既然现在钓矿火热，我说乔尔啊，你就不要客气，赶快加入大伙中鱼的行列吧。上来，要一直扬竿。OK。哦，好，我试试。这个呢 ？OK。刚尾。哇！阿兰克呀，这就欧吉桑的 style， 实在是太过瘾啦！从杆尾传来的狂暴拉力，透过钓竿直接灌进手心。哎，如果是没有把它握紧钓竿的话，钓竿就会被拖走。哎，左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拉，往右边拉。再来，再来，慢一点，再来，慢一点，再来。OK， 一点点，慢，一点点。往前面 ，OK， 好，来，一
一样哦。吉米，吉米，吉米，现在六米，六米哦，六米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啊！哦，看得到哦。哦，怎么办 ？OK， 自己拿起来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怎么了？他又出现了，他出现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为什么你的 style？ 我这样才 man 呢！我这样才 man， 你懂不懂？我的希望男口的。不好意思。好。OK OK， 三百三百，加油加油。哎，我说高桥伞，我这个叫做扎马步，把下盘站稳了，钓鱼才轻松嘛。我觉得我们掉下去。下来的时候力。下来的时候松。没有力了。感觉有点下去够松。有有有有。看得到。给我。还有还有吗？先给我，先给我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有。哇！再去再去哦！就这么点，够够了。OK OK， 够够。再见再见。哦，谁去干了的？谁去？谁去？对啦！红鳟鱼啊！三角又爆了。OK。喂。开奖，再再让他呼吸。OK。拜拜。观众朋友啊，拄只个钓况哦，对乔尔我来说，哦，实在是太刺激了啦！在大量运动后，哦，一定要好好的补充能量，才能再接再厉，呵呵。哎，我说高小桑，吃点心时间到喽，你叫我准备的嘛，对不对？哦哦，对对对。